我们不跟着 Rick 走吗？Rick 一直往前跑，哎，Yuna 为什么不跑了？为什么放着 Rick 一个人往前跑？哎，リュック、信じていいんだよな。我们应该相信你吧，Rick，你迷路了。深刻な状況？哇，Rick迷路了！哎嘿嘿嘿嘿嘿，迷路了，嘿嘿。我们在这边干什么？我们在这锻炼体力，是不是？已经不行了。哎嘿嘿，Yuna 不行了。哦，都倒下来了。其实这样倒着，沙子很烫哎，这样皮肤容易烫伤，你们知不知道？哎嘿嘿嘿，要倒下来了。哦。在逼什么？发现我们被人家发现了，我们要解救了！要被人家救起来了！哎嘿嘿！哇，什么行了？哦，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我们发现生还者，我们被 Yuna 那个骗人了！哎，解释一下好不好？你不会带路，起码要解释吧？获得重要贵重物品阿尔贝毒之玉16卷。哦，我们终于安全了，锁住了。跟你讲话，糟糕，太糟糕了。绿哥在带什么路啦？太好笑了。那种比卡涅岛被广大的沙漠所覆盖。哦，这次的风沙真的很大哎。他不会讲一般人的语言。他只会讲阿尔贝德族语，沙漠族存在的很在古代机械。去找纳卡纳姐的话，他出发调查喽。我想他应该就快回来了。我们就是要找他的嘛。再看一下，浮空骑士，你要挖掘工作吗？是。首先要取得纳卡拉姐的许可证。许可。我也想找他。在这里，纳卡拉姐是在这吗？砂嵐から逃げるためにキャンプを移動しちゃったんだって。道理でいくら探しても見つからないはずだよ。所以你害了我们是不是？瑞古，营地移动过了。怎么了？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事了？もうすぐすごい砂嵐が来るってさ。すごい。巻き込まれたら引く手も危ないって。危ない。无法离开沙漠了，阿姆奈，太危险了。那要怎么办？白发的是露露，这里没有露露啊。白发的叫派因，有更大的风暴要来了。每天都在广大的沙漠调查，现在正在调查沙漠西部、沙漠南部、沙漠中部。调查这三个区域，哪里有存档点？在这里有存档点。要趁现在。没有存档点哦，这怎么回事？存档点在这。这座岛的商人只有我一个，看看商品，看你要买什么。岛的商人只有一个，就是要我跟你买，是不是？火光一闪，战斗的时候部分技能追加火属性，火焰承受火攻击之减半，可使用火焰。先不要了，先存档，保存。阿姆奈就是危险的意思啊，你们不知道吗？刚刚他有讲啊，超危险的阿姆奈。好了，存完了，存完可以继续奋战了。喂，你们想找死吗？你想找死吗？又被人家了，很快就会饿死哦。我们先回那个啦，先回飞空艇啦，因为他说有超大的风暴要来了。不能没有上飞空艇的。那我们要去哪里躲？超强的沙尘暴，真的。那我们要去哪里躲？跟你们讲话。比卡涅不工作的人就没饭吃哦。不工作没饭吃，我要工作你也不得我。那个什么姐的在哪里？什么姐？快出来哦！再跟你讲话，
啊，这我都讲过啦，自己人我都讲过了。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有人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哦哦哦哦，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什么解的？嗯。嗯，纳达拉，纳达拉回来了。嗯，纳达拉，我们要去找纳达拉。纳达拉，你在哪里？要不从这边回来吗？为什么不直接出现在我眼前就好了？哦，在这里，在这里。纳达拉，我来跟你讲话，纳达拉。不要跑，不要跑！我求你，卖照啦哦，卖个照啊啦。私は忙しいんだよ。発掘スタッフが足りなくてね。我们就是来加入的、啊。ヒップルの紹介状。拿出来，等一下看好了，等一下看。なんだい、あんたたちが新入りかい。你是新人。頑張り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変なんだね。为什么我们去做其他工作都要被人家数奚落一下？はい、早速だけど説明。哎呦，要说明了。这一颗是什么？ここが現在地。現在位置。で、目的地はここ。目的地。怎么有人趴在地上？うわ、むちゃくちゃ遠いよ。超遠的。現場はホバーで送ってやるから、ライダーのところへ行ってな。去找浮空车骑士吧。哦，任务开始。任务开始。我们每一次去做其他事情都会被那个其他人奚落一下哈、啊、大召唤师真可怜还要来做这种事情。我们也可以爽爽的躲在那个小村落当我们的大召唤师每天就接见客人啊。只是我不想过这种生活，我们的 Yuna 想要出来看看世界。这样也不行吗？嗯、对不对？走啦走啦，任务开始了啊，浮空车骑士。我们走了，许可证了。先从安全的西部啊，去西部。啊，对了对了，在那之前，是哦，他们会在沙漠里照顾你的同伴。虽然嘴巴有点毒，但请多包涵。哟吼吼，有了有了，什么比凯特，嗨大姐，请多指教喽。就这个机器哦。嗯，道具在叉叉，任务相关重要道具是金色的。浮空这个位置是那个正方形，比如地图上有各式情报。在炎热的沙漠长时间活动是很危险的，一旦挖掘到目标，目标将显示又在数字归零之前回到浮空车上。原来如此，皮卡特会提醒你。哎、欸，要努力挖道具哦，我们要努力挖道具，别跑太远，别跑太远。哎、欸，走这里。这里有任务相关道具。哎、欸、哎、欸，我走不过去吗？哦吼，不是这里。哎、欸、哎、欸，我正在看着上面的地图。哦、耶，上面的地图也这么难走。这一只是什么啦？不要来阻挡我好不好？砍死你！哦哦哦哦哦，有哎、欸，这一只比较好打。嗯、哦，还有多少血？而且哦，对，这一带还看不到怪物的血，让我很不爽。如果能看到怪物的血的话，打起来也比较有个底，有没有？知道要不要打，就不会浪费时间，打了很久，结果还被打死。噔噔，别跑太远。三尤娜娜，一九阿格里，一九阿格里，你是说头顶的那个棉花糖很轻松吗？皮卡利会提醒你。哎、欸，到了到了到了，我们要挖掘了。徒手挖掘，你认真的、哦？防御零件 A， 哦哦哦，在限时内回到浮空车，没问题，限时内回去。呜呜呜，好了，我们回来了，好，挖掘工作完成。哇、哦，就这样。これこれこれ。これこれ。很厉害嘛？そんな問題。怎么样、啊？すぐ調子に乗るんだからね、まったく。まったく。ご苦労さん。ほら、これは報酬だよ。这是报酬哎、欸，有钱了，有钱了，哦，任务完成吗？任务完成，呜、哦，得有多少钱？100块，就100块。挖掘次数一次，成功一次；挖掘失败零次。挖掘等级新手，挖掘新手。哎呀，宁静黑夜，
给我一个东西了，万灵药。我觉得他给我的配置盘比较好哎。宁静黑夜，哎，再跟大家讲一次，那个 Yuna 是自己想来做这些事情的，不是被生活压力所逼。就很像一个大富翁，他也可以去便利超商打工，因为他要体验人生，所以他就去便利超商打工。他是为了要赚便利超商打工的钱吗？不是，他是为了体验人生，好不好？ Yuna 就像这样，我现在是菜鸟是不是？100G 到后面应该会越来越有钱吧。我看一下配置效果盘啊，宁静之夜可以使用什么东西？防御沉默，沉默攻击，防御黑暗，黑暗攻击，好像不错哎。用这个配置盘，枪手中间好了，嗯，歌战士，我觉得战士好像比较重要，战士中间，其他的在旁边。啊，配置，还有建议配置哎，建议配置是什么东西呀、啊？哦，好了，替换，啊，就这样，宁静黑夜。那我把其他人的装备改一下 ，Yuna 是治愈之风嘛，把这个改成宁静黑夜。哦吼，选择黑魔法师好了。哎，换人，起步者换成宁静黑夜。嗯，变换幻光球，啊、不变的选择就是战士。好了，就这样。嗯，昔日的神圣都没有、不会了，没有召唤兽都忘记了。哎、是的，程序跟之前一样。我们再挖几次。你想挖的时候你就哎、告诉我挖掘的规则。哎、还有挖掘的规则哦。这刚刚不是就讲过了吗？我要去西部去。我现在是新手只能去西部，有没有？别跑太远哦。可是这附近都没东西啊！哦，有，还有其他人在挖哎、欸，未接近物体接近什么东西？什么不明物体？我们往叉叉去了。哎，不明物体接近我们。哦，你就是不明物体吗？不明物体等于死。盲目。盲目是不是就不会让我中毒了？双巨人哎、欸。这里为什么会有双巨人？还有妖术哎、欸，这里有双巨人不太合理。战斗，火焰，哎呦，好，我不要用黑魔法了，我觉得黑魔法要跑两次不合算，跑两次不合算，把它切换掉了，把它切换回来了，黑魔法把它切换回来，装备。绿可不要用黑魔法了，要跑两次的不划算啊！改成战士好了，就这样，通通都是战士，在这里叉叉在这，哎、欸、，Yuna 要再挖了，挖到什么？防御灵晶 A 哦，找到了哦，现实内回到飞空艇哦，不明东西接近我们，那个是什么不明的东西啊？不知道，挖掘工作，嘿，好，挖掘完成。就这样，其实我们可以有时间可以去挖一下那个啦，那个什么，挖那个白色的东西，白色的就是一般道具，那个就归我们所有。再来，再多挖几次，其实我觉得还蛮快的，不是不划算，其实速度还蛮快的嘛，对不对？别跑太远哦。这次没有任务道具哦。等，走，挖一下这个，看一下一般的道具是什么。真的潜伏妖怪什么东西啊？对啊，魔法要跑比较多的时间，也没有比较强哦，还是这样砍比较强。这还有潜伏的妖怪，我还会挖到潜伏妖怪嘞，这什么东西啊？哦，这快多了，一直砍快多了。早期就是要一直砍，奇怪，我都没有看到金色的啊，那要怎么办？再挖一个。不要再来怪了啦，哪有这么多怪啦，获得两个解毒药剂。这次挖掘要失败了，因为看不到金色的标志。金色你在哪里？哦，看到了。哦，快没时间了，挖掘要失败了，好紧张哦。哦，又来了，怪又来了。哦，Yuna血有点低了。